既然入我门下，你们务必记住八字真言：四大皆空，与世无争。哎呀，哪儿去了？这个师傅是不是眼神不太好啊？阿冲，你习刀心浮气躁，这本秘籍可以让你修身养性，你好生休息。师父，我是福红。冲儿，学生慕容冲，谢过师父。